请问一下，这大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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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下趟北丘那个板桥的去市场问一下就知道。等几下管子钱你老实，你晓得看。这个价格多少？哎，我这边没啥，我现在多百了，现在够不？通常我跟你讲一下，简单。他们卖的价格，你在城里，再多个五成，就大概是市场价格。他们卖的价格，你再多个五，再多个五成，至少要多个五成，就是市场价格。你招四百百块多入嚟嘅，五百嚟五百，你招先嚟五百好，五百先嚟五百，五百好啊！你讲会走？三百嚟四百先嚟五百了，五百，系，你招先嚟五百块嘅，这边就收钱啦，哈！这边拢这边人起价，这边拢三百两百嘅，千千五百，这边五零啊，哎，差不多啊，五百，五百，啊，都，然后五百，五百，五百。你家你家小妹，小妹，他今天我来，对啦，烦恼啦，我这袂送掉，我一时啊好讲，将来送掉尔。对，我那边本来说钱咯，我归拢用，你讲遐，家己送掉尔。不管是嘛情况，哎，无要送掉真系。不管是嘛问题啊。真系个包来，真系个包来，真系个包来，真系三百五百，真系五百五百，如果真系五百五百三百五百，基本真系个包了来，个包真系个包，我确定，我确定，个包真系个包了，个包真系个包，个包包了，个包真系个包了，个包真系个包，一个包两个，个包三三无少真系只能三百多块钱真系。没问题啦，好吃在哪？好吃在嘴巴里面啊，东西你就直接吃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哎，老板，你们欢迎没？哎，多一点，吃亏就是嘛，吃老老些，多要点工粮，做生意，多一斤了得，多要只要够好，只要八块，只要大概八十块，只要八十能买你了，真系，真系，你啊，买三百三百呀，真系三百六，三百真系三百六，四百三百六，这是金木炉。一条金鱼块，这么几块好呢？金马捞，金马捞，这么几块好呢？三百块，三百六，三百好呢？就为咩两块？咩两块？三百六了，两百了，现在两百了，两百块啊！哪位人两百了？今年两百六，咩两千好呢？两百五百，怎么就老爷？怎么就老爷啊？你呀，敢讲五百成年？你哦，成年成年成年，成年，多来些。四位两百，四位两百，四位两百呀！我你家平时多少钱？哪里拿？一两百，两百，五位两百，三位两百，五位两百，四位两百，四位两百，五位两百，两百。啊！老一人就讲，等下找你钱，等下找你钱。等猪等龙退休钱，来，猪等龙退休钱，真系三百零八，几百零八嚟，一百块零八，五百零八，三百零八，三百零八，一系。快拿！五百零八，八六零，八零八，一百零八，八六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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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块啊！呢个比较贵啦，我唔惊佢比较边个开呢个，八零八零八。我就买两包来，包来，我就买两包了，包，我买两包来，包，来，这边啊，包，我这无台，哎，这台哦，要自烧，这两包来，多些，两包，来，交钱，来，来，两包，来，两包，来，交钱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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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包我要去。对啊。你们包我要去。
要买你五十块尔，你来一包来，老友仔一百六来，老友来一百六，最后一个仔，一百六来。有炒一炒，烘一对啊，银椒啊，银椒我上温过银椒，我袂用一件事话。对啊，真系，十蚊买真系，做节目真系，十蚊买两百六，百五六。那车品啊，那昨天去东兴市场，百五真系，十蚊真系，百五六。那离东兴市场比较近，台湾铺，百五真系，台湾铺。鲈鱼很多次，鲈鱼还好啊，鲈鱼次没有很多。红鲤哦，真系红鲤，红鲤这个就是泰式柠檬鱼啊，这是泰式柠檬鱼啊。就是没办法直接跟我讲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是在下面留言而已。红莲酱，你包六，你包我。YouTube 没办法直接聊天。红莲，你包我呀？你包酱，你包，你包一罐，你包两罐，你包三三百房子来个人，那边货来个人，来本钱来个人，直接嘛无，直接三三样个人。我们请我来，我来，不请我来，我不进来。不行，不行，两了，全部两件，两件。我抢，我抢一件，来。对啊，秋萍又来了，来。我来，哇，你最近很红哎，你又来了。我来，我来，快抢我一下，抢我啊！都抢我啦！别个不卖人啊！来，我抢我来。这个帽子啊。抢了来，你无只水个啦。我啊，只有十九号，只有十九二十啦。只尾后你迄个台门我来，我讲只尾只尾台个人无百二块，肯定系我，肯定系我啦。只尾若无百二块，甲你讲，只尾一千块，你袂来。哎呦，只尾百二块来，卖讲只尾百二啦，讲到地话，你卖五百块来，十尾后你五百，只尾五百真系好不？五百了来，五百了来，四只五百来，三两去无啊，好，五百了，五百了，五百了，五百来，这是包两块钱，五百。浩石你好，我讲这块钱真系，三尾五百，四尾五百。浩石昨天有去新达港哦。我爸上来了，我爸上来了。我爸我在家没在，别讲嘛，有几年，真系。我买了五百，真系五百了，五百块啊，五百块来，来，五百块买无啊，买五百块来，你个你得买啊，买无得买啊，真系五百块。一只无啊，真系，全只两无啊，阮只两公无啊，真系，五百真系五百来。我个真系，我系，我真系五百，都真系，四百五百。我不要
拢来五百。彰化现在都卖到大概11点左右，大概11点左右。五百块。你包了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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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叶是大概一片的一半就要120。它是用烤的呀？对，用烤的。你要这样，包这样，然后切那个类似科花，然后就直接烤。这么多，真的，真的。包这样，包这样，要买的买。你用这样，包。啊，不然你就切。不可能。或者你把它切一切，用烫烫就好了。你就把它当鱿鱼，你就把它当鱿鱼就对了。对。昨天两箱半。两箱半冰不下，你要买冰箱了，你要买冰箱了。你就看到那个身体，对啊，下包下来，下包应该小碗用电，下两条就下包。